妈新买的电池，尝尝。你的嘴是垃圾桶吗？怎么什么都吃呀？我已经吞进去了，怎么办？那能怎么办？等着去医院打针呗。要不你吃点香蕉把它拉出来。那是不是不排出也没事啊？我是让你吃香蕉，你怎么把皮也吃进去了？刚刚还能拉出来，现在都塞住了。那我赶紧去看大夫。找不到了，根本找不到了，香蕉皮都挡住了。